第七题，不锈钢是钢与哪两种金属的合金？国中所教的不锈钢是所谓的188不锈钢，也就是所谓的304不锈钢，它含有18%的铬跟8%的镍，所以它是与铬跟镍的合金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不锈钢是钢与哪两种金属的合金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镍、铬。